人类生存需要依赖各种能量。现代生活中，电能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能量。电能由发电厂生产，再经输电网络输送到家家户户，驱动各种电器为人类工作。家居生活中常用的各种电器产品，包括电饭煲、电烫斗、多士炉、电风扇等等，都是需要连接到市电电源来使用。究竟电器是怎样使用电能来运作的呢？大部分家用电器设计上都是应用电流，通过电器内部的元件时候，会产生电流热效应或者是磁效应的原理。将一条电阻线圈同一个安培计串连，然后接上电源。当电源接通的时候，安培计的指针会转动，显示有电流通过电阻线，而电阻线亦都会发出热和光。调校电源输出，增强通过电阻线的电流。电阻线会变得通红，放出更多热和光。当电流通过电阻线的时候，电能会转换成为热能，这种现象叫做电流热效应。有一个电源可以接连上一条铜线，或者一条同样大小，但是电阻较大的镍铬合金线。当电源接连上铜线和镍铬合金线的时候，调校电源的电压令到通过铜线和镍铬合金线的电流都相同。过了一阵，铜线不会发光和发热，但是镍铬合金线呢就明显发出光和热能了。大的金属线就叫做电阻线，由于电阻线会发热，所以又俗称发热线。电流热效应是电器产生热能和光能的基础。电暖炉利用发热线来产生热力。当电暖炉通电之后，可以见到发热线很快就会变成红色，发出高热。日常用来吹头发用的风筒呢，是利用一把小型风扇将热风送出。将风筒拆开，可以见到风筒前部分的发热线和后面把风扇。当风筒开关制接通之后，电流会流过发热线。由于电流热效应作用，发热线就会发热。将风筒手柄的选择掣拨去高功率输出，通过发热线的电流会增强，发热线会发出更多热能，再配合背后风扇的强劲风力，就可以令到风筒输出更加热、更加高速的热空气。电暖风机的原理和风筒一样，都是利用发热线和风扇输出暖风。将面包放入多士炉，一阵间就可以烘出香喷喷的多士了。多士炉亦都是利用发热线发热来烘面包的。多士炉的发热线是翘在一些很薄的绝缘体上面，将面包放入多士炉，按低旁边的掣，面包会吞入多士炉里面，而电流就会接通。当电流通过发热线，发热线会产生热力，将面包烘好。
电水煲是另外一样利用发热线发热的家用电器。电水煲接上电源之后，发热线开始发热，可以见到在发热线周围有小水泡产生，同时水的温度开始上升。水是导电体，而发热线又直接接触到水，那在正常情况之下，为什么又不会发生漏电的呢？电水煲里面的发热部分由金属管组成，将金属管切开就可以发觉金属管包住发热线，而金属管和发热线中间有一层白色的绝缘体。绝缘体的作用是将发热线和金属管套分隔开，以免发生漏电危险。当电流通过发热线，发热线就会产生热力，热能会再传到外面的金属套管，令金属管变热，热力再传到水，将水煲滚。电烫斗和电饭煲亦都是利用发热线来产生热力，这两种电器的发热部分都是藏在电器底部，利用绝缘体和电器的金属部分分隔开。电器通电之后，发热线发热，将电饭煲里面的金属煲或者是烫斗的金属烫板加热。利用这个原理，电饭煲就可以用来煮饭，烫斗可以用来烫衫了。按低开关掣，就会有电流通过电路各个元件，而一块磁铁可以在周围产生磁力。电流和磁铁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呢？将条长导体的头尾接上电源，电流计显示有电流通过导体。将个指南针设置在导体下方，指南针的指针会偏离原本的方向。将电源切断，指南针转回原来的位置。将电源再接上，指针再次转动。如果增强通过导体的电流，指针转动幅度更加大。所以电流和磁力是有关系的。电流通过导线可以产生磁力，电流越强，所产生的磁力就越大。这种由载电流导线产生磁力的效应就叫做电流的磁效应。将这支磁棒移近一堆铁钉，在磁力作用之下，磁棒可以将铁钉吸起，在一条用铜线绞成的线圈周围渗啲铁粉。当线圈接上电源之后，铁粉会在线圈里面和周围排成一些条纹，在显示电流磁效应产生的磁力，在线圈周围形成一个引力范围，叫做磁场。将条由绝缘铜线绞成的线圈接上电源之后，同样可以将一些铁钉仔吸起。增强通过线圈的电流，可以发觉可以吸起更多铁钉，那就表示电流越强，线圈所产生的磁场就越强。由于线圈在通过电流的时候会产生同一块磁铁相似的磁性，所以一个通电之后会产生磁性的装置就叫做电磁铁。电钟是应用电流磁效应来设计的一个实例。组成电钟主要部分当然是一块电磁铁，另外就是一块有弹性的钢片，金属片接连上一个小锤。当电钟通电之后，电磁铁产生磁力，吸引小锤敲铃发声。由于钢片被电磁铁吸住，
接触点分开，电流中断。由于电流中断，电磁铁嘅磁力消失，钢片就会弹翻原来嘅位置。接触点会再次接合，电路闭合，产生电流。系咁样，电流会断断续续，小锤不停咁敲铃发声。一个动圈式扬声器是利用一块磁铁的磁场作用，在载电流导线线圈上而制成。顾名思义，动圈式扬声器有一个可以自由振动的线圈，线圈被一块圆柱形的磁铁包住，交流电流通过线圈，线圈会受到磁力的作用而前后振动，同线圈连接的圆锥子盘亦都会跟住震动，因而产生声音。如果将一条铝滚轴悬挂在两条平衡的铜轨上面，将两块南北极双向的磁铁放在铜轨上下的位置，形成一个磁力线同滚轴垂直的磁场。当铜轨两端接上电源之后，滚轴就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推动向前滚动。滚轴能够在铜轨上滚动，其实是载电流导线同磁铁磁场互相作用的结果。当这个装置接上电源之后，流会经铜轨流过滚轴，这个时候磁铁形成的磁场会作用在滚轴内的电流，产生磁力推动滚轴前进。如果将磁铁的南北极调转，滚轴会向相反方向滚动，又或者改变电流方向。滚轴亦都会向相反方向滚动。利用磁铁同载电流导线的互相作用，可以产生连续不停的转动。由于载电流导线在磁场会感应磁力，如果将导线翘在一个四方架上面，形成一个矩形导线圈，而导线头尾两端接连去电源，跟住将导线圈放在磁铁两极之间，当导线接连上电源，由于磁场作用在载电流导线上产生磁力，由于磁力作用在导线圈上，导线圈会转动。这种利用电流的磁效应来产生转动的装置叫做电动机，俗称摩打。电动机是一种将电能转换成动能的装置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有很多电器都有应用电动机，例如在电风扇里面就有一个电动机了。电风扇里面的电动机构造会比较复杂，但基本上都是由中间的一个铁芯上面翘上导线，外面再被一个磁铁围住，通电之后利用载电流导线的磁效应作用，令线圈和铁芯转动，可以藉着增加通过的电流令到风扇转得快些。其他应用电动机的家用电器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电器里面都有一个运转部分，例如抽气扇、洗衣机、搅拌机、雷射唱机等等。就算电冰箱、冷气机和吸尘机都有利用电动机作为其中一件元件。
在一些家用电器上都标记有一个数字，例如一个风筒就刻有1200。这几个数字并不是显示电器用品的价钱，而是标明电器的功率，亦称电功率。一件电器的效能和电器的功率有很大关系。电功率是每秒钟内供给电器的电能量。而功率的单位是瓦特，符号是 W。风筒上刻上1200，即是表示风筒的功率是1200瓦特。一把电风扇电功率是200瓦特。一个普通的电灯泡的功率大概是40到100瓦特之间。电视机的功率是100瓦特。一些发热的装置，例如电水煲、电烫斗、电焗炉等等，电功率则介乎1000到2000瓦特。不同的电器有不同的功率，在相同的电压之下，电器的功率越大，通过电器的电流就越强。例如通过一个电水煲的电流就比通过一把电风扇的电流强大，那是因为电水煲的电功率比起电风扇大十几倍。要计算通过电器的电流，可以利用这个公式。电流等于功率除以电压。例如将一把150瓦特电风扇的插头插入220伏特指电电源上面，通过的电流就等于150瓦特除以220伏特，大约等于 0.7 安培。一个1000瓦特的电水煲，当插头插入电源后，通过的电流等于1000瓦特除以220伏特，得出大约 4.5 安培。另外，知道了电器的功率，我们就可以根据使用电器的时间来计算所用的电能。